我们要在这里很久吗？不知道啊，有时候。来一点吧，来一点喝的，来一点吃果仁的。只想要喝的 drink， 你要先喝的，咚咚咚是好好的，哎，好看，等一下，你这个酒单我也酒单要，再搞掉。就是，我去年的一年。去年的被偷走的，乱。然后，去年的我来到这里，行啊，行，被偷走的乱。我刚刚陈意涵好像在弄鞋子，是因为太高了，等一下怕那个。没有，我刚刚突然一直觉得有一个东西滑滑，就是看是不是鞋底有东西。我们找一下世界影人代表团，世界影人代表团可以集合了。他们的领队叫张丹。我们为啥是整组里面只有一个男士？那等一下就是要怎么搭配搭？我们把他落在他的面上。就一个很好，可以搭，你要在那边也可以，留在那边可以，在这边也可以，都可以。轮流，不要把你甩到后面去。不是，他要一边夹一个。 然后我们看谁手最酸的，就可以一直拍。还好，还好，我个高，我把我拉到屏幕里，还是看不到我的。你看，我们都是为了你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想要喝的。是道具来的，我想你们拍的，我们喝一点吗？他没看清楚，大家觉得这里面谁是最有风范的，谁最有范儿的？范儿，导演吧。 对，最有范儿。因为我年纪比较大，但是我们，导演是露最多的，代表肉嘛，现在当导演不容易，你看看。我是豁出去了，不是我们拍这个戏蛮开心的。